乌克兰。以前的村委会到现在42年，我从来没有换过，没有选举过。村委会主任也是一样，当了40多年。当时最大的挑战，也就是村民所日夜关心的土地问题。我那想要做什么做好的吧？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不是我那，不是我那宰人之体，那是宰人之精才对。民主之光在乌克兰是闪现的，然后又灭了的话，那就社会基本上也对乌克兰失望。俺还不能独行山坡种家地，瑞康打垮金。